怎样才能得到如此完美的鳗鱼饭？这个故事要从一分钟前说起。身为美食特工的我，洞察力一定要敏锐。看看菜单先。Oof, look at that. 这些三明治看起来不错哟。哇，太多选择了，有点挑花眼了。哇，吉列鸡排饭，哦，咖喱肥牛饭，我们下次见吧。最终我选择了完美的咖喱鳗鱼饭。Oh my！话不多说，赶快行动。这鳗鱼比我脸还大，吃了半天还有这么多，我得加饭了。哟，这是马卡龙小蛋糕。哇，奥利奥，这个还是这个？海外中餐必吃饱。还有一个2023年最受欢迎。坐在我的老地方，准备下一次的任务，冒险继续。